爷爷你好，你还记不记得到我？之前来给你剪过头发的，这里马上过年了，过来给你剪个头发。别个讲逢年过节，我们就没得逢年过节的嘞。我女儿咋的，她是不得来的，她是哈的多。钱过些啥子人不来的噻？人没钱，煮饭也煮不来的嘞。再过了两个月我煮饭，今年子我女儿在我这耍个半年多日子嘛。那你的收入来源从哪儿来？那就是全个回家那个低保200多块钱嘛，我们给没得钱的。哎，叫我带那个女儿子，没得五包吃的，把那个独生子女的，啊，我又生了个娃儿，那是安死他的。那你200多块钱开支得出来啊？开不出来，也自己开出来噻。因为我给我们，你平时其他有啥子收入没得啊？这个刷吧，这个卖好多钱一把？这个2块不是要卖？2块。这种呢？那些就是3块嘛，3块这个几把鱼那个一下大概就是2.5块。那位重庆的大哥，他给你拿了500块钱。之前我来你这儿来了一次。来了一次，我拍了视频发到网上去，然后有人就很关心你们。也不哭，也不哭，不哭，不去。然后这儿我前两天就说要过来看你，他那位大哥他姓蔡，委托我给你带500块钱。这个钱我就转交给你，哎，拿到，这个都是，那位大哥蔡大哥拿给你的，他的网名叫天涯任我行，也不哭，爷，我们剪头发好不好？我给你剪头发好不好？可以了，这个帽子戴了好多，这帽子戴了好久了？戴个几年了，我去给你拿个新的。有。耶，帽子，给你换个帽子，这个帽子好看，这是洗衣液，可以拿来用，有时候不是喝的哈，拿来用的，拿来洗衣服用的。这个帽子不要了嘛，都戴成那个样子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嘎。爷好，爷，我给你照个相，爷给你拍个照。过年了，给你拍个照，做个纪念。1、2、3。不送我，不送，你如果送了，你再开心一点，爷爷，走了，拜拜，下次又来看望你，走了，爷爷，要得，慢慢的走。